6月9日，台湾著名歌手齐豫、潘越云在台北小巨蛋连唱3个小时，拉开了回声演唱会的序幕。近日，两位歌手来到北京，与著名作家饶雪漫对谈，追忆与三毛共同走过的岁月，同时也宣布将于8月11日和8月17日在上海与北京开唱，继续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。据了解，北京场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，设置4面台，完美复刻台北场的动人氛围。两位歌手在选曲方面也继续保持文学性为先，将为三毛书迷和各自的歌迷呈现出一场完整完美的演出。此前，苏打绿主唱吴青峰曾出现在6月9日台北首唱的现场，还专程发微博纪念。谈到这位受自己影响深远的乐坛后辈，齐豫则表示期待有机会与他合作。那我觉得青峰这个孩子很好，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一个新生代，然后词儿写得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能够影响新的一代年轻人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话小孩已经听不懂了，所以我们就要靠这种年轻一辈的人。所以其实我跟他最近还有特别跟他联络一下，也是关于有可能有一些在台北有一个小小的合作是会有的啊，可是还不是完全确定成型，所以先不说啊。可是我很欣赏青峰，谢谢，期待一下哈。